稚嫩的脸庞上认真的神情，小小的双手紧紧握住鼓棒，奋力打击。这群来自文开国小战鼓队的小鼓手们，用鼓声告知人们，龙王祭开始了。一府二路三门甲，每个地方都有划龙舟，但是呢，鹿港的划龙舟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最主要就是我们有龙王祭。我们因为五月过去都是所谓的毒月，就是咱修罗芒糖糕比较比较多，所以呢，过去我们就透过唱呀，那我们的一些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的五十水啦，我们的这个啊龙王四甘露，以及我们划龙舟来这个啊去除瘟疫，然后呢带动地方。端午节系列节目龙舟赛由龙王祭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迎接的队伍啊，拢来到龙山寺来请咱的灵王啊，到妈祖宫请咱的水仙尊王到会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规模缩小，但是我们请神的意识一点都不能马虎，所以讲咱的灵王、甲水仙尊王、甲咱的妈祖婆、咱的观世音菩萨，啊，拢一直来保庇咱家所有的，咱所有的赛事能够圆满。成功顺利，来祈求咱的人员平安。在庄严及隆重的迎龙王仪式下，鹿港庆端阳正式揭开序幕。素有文化古都之称的鹿港，特别重视端午这个节庆，每年都有长达一个月的庆典活动。由于鹿港是个靠海的港口城市，居民多半信奉航海守护神妈祖，还有龙王尊神及水仙尊王。其实农历五月被视为毒月，气候多变，易治易病，民间虽有迎龙王的祈福活动，保佑国泰民安及龙舟赛事顺利。时至今日，全台仅有鹿港仍保有此一传统活动，实属难得。鹿港庆祝端午节的时候，主要的就是有一个迎龙王的一个仪式。这个鹿港的迎龙王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早期在泉州的地方有所谓的迎龙王这样子的习俗，在200年前也跟着我们的先民来到了鹿港，所以我们在鹿港可以看到一尊龙王尊神。那么早期在端午节当天会迎龙王出去绕境，采接祈福这样子的形式，目前我们鹿港还保留着。那么在民国67年全国民俗才艺活动的时候，是配合龙舟下水典礼，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提前在差不多端午节前一个月就进行迎龙王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端午庆典重头戏的活动就是龙舟赛，每年在比赛之前都会恭迎龙山寺的龙王尊神，并迎同司管水域安全的水仙尊王一同前往竞赛场地护持，保佑赛事圆满平安。这整个仪式就是鹿港特有的龙王祭。我觉得这个是祖先在原乡的一个信仰，那这个信仰传到我们鹿港，而在我们鹿港继续保有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好的，也让我们知道这个木本水源我们的祖先的一些信仰语言仪式，那在我们鹿港这样子的传统，整个台湾只剩下鹿港有在迎龙王，那我们可以继续把它做一个推广跟一个保存。五月五，龙船鼓满街路，这是形容鹿港迎龙王祭的盛况。队伍沿着鹿港最热闹的中山路缓缓前行，大人小孩路旁开心迎接，更有居民摆设香案展现虔诚，庙方也将祈福过的甘露水发放给民众，象征赐福保平安。然后带小朋友来参加那个龙王祭，他就一路采接这样过来，然后就都很开心，就跟着大家一起热闹这样子。由龙王带领着礼炮阵
战鼓队、舞龙队等阵头，还有即将参赛的龙船游街绕境。特别的是，在龙舟正式开光点眼之前，龙舟的眼部都必须用红布遮盖起来，避免邪灵入侵。大伙们合力推动龙舟前进，庞然大物的船体在街道上穿梭，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陆上行舟。朋友在咱2020年鹿港庆团游连州锦标赛及所有的项目，人员平安，活动圆满，顺利成功。点天天青，点天天青，点地地灵，不用，点顶顶中心，点星星天天，点星星天天。其实，在我们的龙王祭里面呢，最重头戏呢就是这个龙舟的开光点眼。因为一般所有的神啊，龙船也是个龙神，那所有的神呢，必须要经过一道开光点眼的一个科仪。那用的是一个朱砂加上鸡血，然后和一和呢，再来啊，请我们的长官来做一个点眼的方式，就是让这一艘龙船呢能够有神。那在这个赛事上呢，能够的更加平安顺利。今天主要是在于鹿港镇，对于一个端午之前会隔一个龙舟去游街采街。那现在就是说，龙舟要准备去下江的这个动作，对。然后今晚有道士对龙舟做一个开光的一个仪式，那就是由吊车然后把龙舟放到江下，这是鹿港多年来的一个传统。今年原本受新冠肺炎影响而停办的庆端阳活动，随着疫情的趋缓，又紧急的再次举办。筹划的时间虽然紧迫，但在地人还是引颈期盼着这一年一度的端午庆典，能让传统民俗文化继续传承，进而带动更多人潮来到彰化，振兴经济。在地的企业和团体也纷纷响应，投入资源及人力，打造比赛用的龙舟，包括天后宫号、龙山四号、洪基号及新加入的季茂号等，为的就是让家乡的盛世能热闹地展开，让鹿港独有的端午庆典能继续发扬光大。那这个活动是我第二次参加，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说借由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国人今年防疫都很成功，然后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这个活动比我们的越南乡下有一点像，就是也有船人家比赛这样子。点睛仪式后，随即进行龙舟下水典礼，划舟手划着龙舟绕行福禄溪，在水面撒纸钱祈求平安，完成绕江仪式。整个仪式结束后，会将龙王与水仙尊王安坐回龙山寺和天后宫，祈求后续的龙舟竞赛过程顺利圆满。而龙王会在整个龙舟竞赛结束，才由龙山寺的拜殿移请回正殿。那个，我们待会练习在抄桨的时候，你们记得哦，在做，当你在划的时候，记得你的下手一定要打开哦。除了打开之外，还有你的肩膀要怎么样，要把它推出去。本来没有想要加入队，然后后来就是看到学长姐在边练习，然后就是很想进来，就是参加看看。就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越来越好，然后一起进步，甚至可以继续拿冠军，这样子把福星龙舟这个传统继续延续下去。想要业绩长红，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新频道好康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不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
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凯擘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 711-9440。那待会就我们分成两组，哦，就四队讲一组，哦，前面四队一艘小龙，后面四队一艘小龙，带我们来做一下我们自己的竞技一下，这样没问题。那待会上去之后就把船，哦，就自己解锁，解锁完之后就拉到这边就就位了。那待会各组舵手你都兼教练，待会下去先热身完之后，待会我们就拉过来就做一下演练。好，来，带开。对。哨子声一吹，选手奋力划水。这群在烈日下划桨的年轻人，可是在地人的骄傲。由他们组成的队伍备受乡亲们的期待，他们是福清国中龙舟队，在历年比赛中屡屡夺得冠军王位。我们的龙舟队不仅在彰化县会参加比赛，也会到全国赛去参加竞赛，他们都在社会组也达到很好的成绩。彰化县的国际龙舟赛就在我们的福禄溪举办，当然我们是在地的龙舟队，所以我们当然有输不起的压力，那他们都很认真，也为我们福清乡争取荣誉。就是因为这不想输的底气，使他们更加努力。平时除了在水道练习，教练额外还安排了重训课程，为的就是要强化肌力，来累积身体的爆发力，在比赛中大展身手。而不管男生女生，同样都要接受魔鬼般的体能训练。来，正桨哦，三拍三十桨，转一拍再转途中，预备，上 ，Go。我在队里是担任舵手，就是在船尾控制方向的。然后在这个队里面有男生和女生，男生的力量通常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透过重训来，就是来补足这一些缺点。就是会督促他们，就是希望，就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越来越好，然后一起进步，甚至可以继续拿冠军，这样子把福星龙舟这个传统继续延续下去。好，大家注意这边了，待会我们做三拍的途中，三拍的节奏滑，做三十桨之后，再转到一拍一样三十，再转到途中三十桨。好了，来准备了哦，好，预备。上 ，Go！ 身为比赛常胜军，他们制胜的压箱宝就是这座学校自制的龙舟训练池。小选手们坐在池边按表操课，教练从旁叮咛，只是动作的精确。从他们的专注神情，可以看见练习的辛苦。平时流的这些汗水，就是为了要在比赛的那短短几分钟表现出最亮眼的成绩。本来没有想要加入队，然后后来就是看到学长姐在边练习，然后就是很想进来就是参加看看。然后一开始看到他们，也就是觉得可能也还好，不会太累。但是真正进来之后才发现，就是训练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就是可以忍耐得住的，就是你要有毅力，要坚持。然后进来就是有学长姐，然后组长那些代理，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现在可以出去比赛。然后虽然他们要毕业了，但是他们就是带得很好，所以压力是会有，但是就平常心。这群国中的孩子在严厉的训练中找到自我价值及目标，也创造了属于他们的龙舟故事。
而在非常讲求团队默契的龙舟运动当中，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些稚嫩的脸庞却有着无比坚定的眼神。那个我们待会练习在操桨的时候，你们记得哦，在做你的划具，当你在划的时候，记得你的下手一定要打开，哦，除了打开之外，还有你的肩膀要怎么样，要把它推出去，这样的划具才会够长，哦，那还有你上手的固定哦，上手绝对不能怎么样，不能掉进来，哦，上手其实请你保持在上面，当你在做操桨的时候，你的上手不要低于胸部的下面，不要去压，哦，还有上手也不要倒进来，这样有没有问题？哦，所以待会等一下操桨的时候，记得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的调整。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从事龙舟训练大概也快十年的时间了，哦，其实现在的方式就是让，像其实刚才在看练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学姐在做教练跟掌舵的工作，那不然以往的话都是我自己在从事掌舵跟教学，那我这边负责的话就是把整个训练的方针，哦，跟训练的课表把它规划好，哦，现在都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发挥，自己去做训练这样。其实自身的关键其实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利用课后的时间，所以他们的自我的要求我觉得精神都不错，对啊，特别是我觉得乡下的小朋友这一点是比较可取的地方，就是他们对艰困的环境的刻苦耐劳，其实都蛮能克服的。来，往前那一队带过去，先拉船哦。来，这一组下去了。走，走。拉手，拉手。开始，上。Go。我担任领桨的角色，就是我要去带领说整艘船的速度，然后桨频要一致，然后之后大家划的力量要一样，然后这样船才会跑，不能说有人力量太大，然后过急，然后这样就是会乱掉，然后整艘船的那个看起来就是会很乱，然后速度也出不来。我们呼口号是就是大家一起呼口号，然后让肺里面的废气吐出来换下一口气，不然有些人会太紧张，就是会憋气或者是会太喘，然后之后也可以提升我们在比赛里面的一些战斗力，然后还有提升大家的团结心。我们代表福音国中去参赛，然后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往更大场的比赛、更大场的赛事去迈进，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有好的成绩、好的结果。那时候我们去比全运会是在桃园县，然后我们是先到台南那边比，之后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练习的过程中，因为那边的河比较容易搁浅，我们滑一滑都会不小心插到土里面，就觉得很好笑。之后正式比赛的时候，我们在水库里面比，然后就大家都想试试看喝那个水库的水，我们就偷偷咬了一口，就发现好像跟自来水没有什么差别，就有点好笑。龙舟赛磨练出来的是坚毅不拔与刻苦耐劳，这群孩子们背后付出的努力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过程有艰辛也有乐趣，龙舟精神也因为有了新生代的共同维护而代代相传。起啊，预备，上，开始，不行，上，预备。有这，阮这鹿港有这个，较早拢有这兴芳，端午节都较有风气，啊，就想讲啊，无做一挂送人。做比较多，说拿去卖，去龙山寺卖，说或者说啊，怎么有人欣赏我们的东西，啊，就是有人买，有人欣赏，啊，你就会觉得有动力啊。那个水拿回去，我们会把它倒在那个我们的饮水机里面，就是增强我们的阳气，然后也可以拿来洗身体，然后除秽。内底食着蚵啊吼，啊有虫啊卵吼，啊这种鱼较。古早方面的做法，来到即卖沿传落来。切换曲调，转换心情，音乐频道海量音乐任您挑选。新频道最懂我的心，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
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端午节嘛，有人讲是五月节，啊嘛有人讲是肉粽节。除了吼食肉粽、看龙船比赛，啊，咱传统的会来制作花香，内底迄块艾草、檀香粉，这拢有辟邪保平安的用意。好，大爷，你的手长这样就好了。手长啊，那剪刀，啊，剪刀，剪刀。啊，今天我们要做这一只哦。哦。我是不敢给你做这么大，不然要做很久。说到端午，总会联想到诗人屈原，在他所写的《离骚》文中提到：“护符艾以迎药稀，为幽兰其不可配。”把艾草等药材包在香囊里，可以驱毒辟邪、驱除蚊虫。古代医疗不发达，百姓就会透过佩戴香包除瘟避疾。哦，因为咱端午节要进入夏季啊，都很热啊，啊很热就有很多那个蚊虫。啊，早期没有那个药哦，那杀虫剂，所以哦小朋友挂一只吼挂上家，啊就是辟邪保平安的。啊好好就是讲上传统的好啦，假啦。哦，啊，搁甲八卦这种辟邪保平安的，有这，阮这鹿港有这个，较早拢有这兴芳端午节都较有风气，啊，而且做较盛行，啊，就想讲啊，无做一挂送人，啊，后来就，想说做比较多，说拿去卖，去龙山寺卖，说后来说啊，怎么有人欣赏我们的东西，啊，这是有人买，有人欣赏，啊，你就会觉得有动力啊，因为你做有人给你肯定，啊，搁会给你买。啊，你就有动力，啊，你就会想说，再个创新创新啊。老师前进校园教授香包缝制，鹿港高中的学生跟着指示一步一步，时光就这样在一针一线中度过。经典的虎形香包渐渐成型，惟妙惟肖，加上是自己亲手完成的，肯定比以往都是买来的更有意思。鹿港小镇的香包文化，透过香包工艺师周月荣老师的双手，延续香包新传。有，怎个压进去，啊，甲吐出去，冻入去，甲冻入去啦。啊，伊看着爱抱起来，等下爱抱起来，有无？是第一次来这里参加，然后是因为之前就是每年端午节都会去那个鹿港有个三芒龟武则宫那边，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办那个包香包的活动。然后我就是每年都会去那边，然后就慢慢的学会一直缝这个。因为我国中是香包社的，然后自己对香包很有兴趣，就常常都会假日去香包社在那边做，自己做完会就是会掉在书包里，就会香香的很开心。耳朵的部分这样就做成这样子，然后原本它是有比较凹下去一点，然后我是把它整个就是拉出来这样子，啊，加上头的话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如果加上身体的话，其实比较像兔子或老鼠吧。俗语说：“五时水，饮一嘴，较赢保佑，吃三年。”
很多信众在这一天都会来顺天府取午时水保平安，因为这里的一口百年古井蕴含许多故事与记忆。咱这个古井哈，到今嘛已经有140几年的历史的时间了啦哈。之前哦，咱鹿港哈有一个葡萄瓜哈，葡萄瓜当中咱叫做米粉料，这个古井。哦，较早嘛，咱遮吼啊，农民吼啊咧做田，除了做田副业，搁咧做米粉，吼啊，拢用七口井，啊用七口井当中，吼、哦、做起来米粉拢哦，会使讲吼，伫咱全省嘛真有名。在十几年前，哦，这个道路文化街这条是文化街，文化街开通之后，就把这个古井，哦，整个都把它埋下来了。埋下来，经过差不多8年前。哦、我们顺天府五千岁、哦、就指示说这个古井是 很好的 一口井就对了、啊、所以 每当端午节这个时候、哦、都挤满人潮、哦、都每个信众都来边这边、哦、像现在都来 等待时刻到的时候要拿午时水，那个水拿回去我们会把它倒在那个我们的饮水机里面，或者是说备煮，然后可以就是增强我们的阳气，然后也可以拿来洗身体，然后除秽，对大家还蛮好的。就是祈求王爷可以就是帮我们赐福，让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哎呦，赶快立蛋哦！那么立蛋哈，在传统早期是在立春的时候也可以立蛋，其实立蛋。它是有一点点技巧了，那慢慢的变成说是端午节哈，但这个家庭里面哈，跟小孩子娱乐的一个方式哦，在端午节可以立蛋。其实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早期立蛋是在立春的时候。今天是正午时分啊，然后挑战立蛋大概一两次就可以成功了，然后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每年都可以来这边。玩跟体验这个民俗的活动。华人是个爱吃且懂吃的民族，在各个节庆中似乎都能有代表的食物相对应。在端午节，除了吃肉粽之外，鹿港人还会吃煎堆，将面粉和糯米粉打成糊状，再加入葱、蛋等配料下去油煎。民间相传其源自女娲补天，煮好的煎堆就如同采石一样，能够帮女娲娘娘补天。另有一说是以前穷苦人家无肉粽可吃，富贵人家就利用一些简易易熟的食材快速制作成煎堆，让人免费带走享用。而鹿港人更说，只有吃了煎堆才算过了端午节。多团的哦，口味啊，就大家吃了真好吃，这鹿港的名产的之一。内底食着蚵仔吼，啊有肠啊、卵吼，啊这种以较古早方面的做法来到即摆沿传落来。每年的端午佳节，鹿港就是这般热闹滚滚，人潮熙来攘往，走访老街，参拜天后宫。不管是来赏龙船比赛、品尝煎堆，或是体验传统龙王祭典，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浓厚鹿港风味。